花木兰、兰陵王双兰组合情人节限定默契交锋也是正式上线。花木兰默契交锋定位史诗限定，首周折扣710点券。那么这款皮肤特效如何？本期视频小常就拿它同样价格的水晶猎龙者这款皮肤做一下详细的对比，看看谁的特效更好看，谁的手感更胜一筹。以下两款皮肤，默契交锋简称小默，水晶猎龙者简称小水。既然是做皮肤对比，那么嘿嘿，这个分辨率了什么帧率了全都是超高，剩下这个画面质量也是极致，这下没小伙伴们说了吧，所以这就是最直观的感受。首先外观对比，小莫一头白色的高马尾，并佩戴一个黑色礼裙，这个看上去很帅气啊。小水则是一身宝石样式的铠甲，看上去更像是出征的将军一样。这两款皮肤局内大击动作都是没有的，还是不够格呀。接下来局内行走动作这一块，两款皮肤走路姿势基本一样，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小莫露腿了，小水没露腿。移动对比上面五五开吧，这个看个人喜好吧。回城特效两款皮肤都是没有的，还是那一句话，不够格。接下来技能特效，首先普攻加被动，小莫普攻主色调为蓝色，被动的印记也是变成了蓝色的玫瑰花瓣。当被动叠满四层之后，敌人头顶会出现一个蓝色的玫瑰，随后玫瑰会自行消失。小水普攻黄色特效，敌人脚下的被动印记也是变成了黄色的宝石，叠满四层打出沉默后，敌人身上也是只有一道光。开启一下普攻原声，小伙伴们欣赏一下。接下来轻剑一技能特效，小莫向前弯冲刺过程中还会留下他的一缕残影，并且伴随着冲刺的瞬间还有玫瑰花花瓣掉落。小水一技能则是在原地留下一团火，并且在冲刺的过程中还有宝石掉落。仔细看，小水在结束的时候也是会有它的残影出现的，只不过是没小莫表现的那么明显。同时开启一技能，小伙伴们细品。轻剑二技能特效，小莫向前方丢出一把剑，这个剑周边会围绕一个蓝色的圈圈，并且还伴随着玫瑰花的出现。这个二技能小常个人感觉不应该丢出来是玫瑰花吗？怎么还是剑的呢？小水向前方丢出一把附带火焰特效的剑，这把剑在到达终点旋转的时候会有宝石掉落。这个二技能在小常看来还是越隐秘越好。接下来小莫切换重剑，一圈绕眼的蓝光出现，这个好似银河呀。小水则是一圈绕眼的红光，并且呢这个红光下面还有火焰特效。小莫重剑一技能两边展开的这个好像之前玩的那个战斗机的游戏哦，像不像啊？重剑蓄满之后，地上会出现一排尖刺，并且尖刺尖上也是会出现蓝色的玫瑰花。小水蓄力一技能，地上面会出现火焰的特效，当蓄力结束的时候，地上也是会出现一排水晶。同时重剑一技能，小伙伴们细品。重剑二技能特效，小莫向前方挥剑，过程中是一个机甲图案，并且还伴随着玫瑰花跟玫瑰花瓣出现。小水重剑二技能向前挥剑，红色的剑气出现，最后挥砍结束的那一下也是有水晶出现。同时开启重剑二技能。那么以上就是这两款皮肤的所有对比，单论特效而言呀，小常个人感觉小莫的要比小水的特效更加充足，不过较手感而言，小水的这个手感是玩家公认的手感最好的皮肤之一呀。那么你认为小莫的这款皮肤特效如何呢？欢迎视频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好，我是小常，今天就这样了，溜了，告辞，咱们明天见，拜拜。